你肯定是有鬼，不会偷看我撒尿吧？哎呀，好黑呀！ 我去撒尿，你去不去？去去去去去去！那还不赶紧起来？你是不是因为我害怕才起来的呀？你要是再啰嗦，我现在就回去。快快快，要尿出来了。要不就是你也害怕一个人尿尿吧？我说老马，你虽然长得难看，不过你真的是个好人。闭嘴。 还睡，还睡，嗯，你是猪啊？啊，起来，干嘛呀？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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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起来吧，准备出发了啊！都起来吧。出什么法呀？车都坏了，走不了了。那家伙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吗？啊，快快起来！谁在修车？ 怎么就不能是他呢？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，不然这运货的事儿要给搞砸了，咱们都得完蛋。蒙哥，哎，你怎么在修车呀？啊，马上好了。 小赵的事情，方琴叔，昨天你说我弟弟的死要怪你。是啊，要不是我搭车的话，小赵就不会死，都怪我。你错了，害死他的是日本人，不是你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来之前我们都知道这条路危险。 都知道会死人，知道死的可能是我们，可我们还是来了，这是我们自己选的路。车好了，但是我们要记住，人不能白死。找日本人报仇？我们的战场就在这儿。 在这条路上，我们能做的就是确保这条路畅通，让前线的战士不会缺衣少食。我们做得越好，日本人就越害怕。他们轰炸、杀人，就是因为怕了。你明白了吧？做我们该做的事儿。 这是对逝者最好的追忆。
这才是爷们儿。上车吧。老哥一起上路，咱俩一起走。古道风越狱足以证明他的罪名是真的。重庆那面刚刚下令，古道风知道的秘密太多，必须枪毙。昨天晚上我就已经派人在四处寻找了，到现在还没下落。人在宛町逃走的是你的责任，人手已经都派出去了，我按着你的意思做了。你们还守在这干嘛？快去找。是是。风怎么了？我刚才给他送电台去，结果没有人，没人，出去了啊？不是，他和那个洪少春昨晚根本没有去客栈，这两个人消失了。难道他知道我是在帮你办事了？不会，要是怀疑你的话，他就不会跟你越狱了。那他们去哪儿了？不管去哪儿，他都该第一时间跟你联系的。但他没有。也就是说，他可能被人抓走了，有点复杂。佐藤少佐，稍等，早餐时间，不谈公事。你是帝国军人，没有私人时间。总局发讯，你点名要的人有了，人应该昨天下午就到宛町了。我等到今天凌晨，人仍然没有出现。你醒了，你在找这个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日本人为什么要把你送到云南？这里面装的什么？
吃。吃完了，该谈正事儿了。知道他是谁吗？当然知道，黑田纯，陆军部的通告。这家伙是帝国的背叛者啊！本来是要被处以极刑的，是你从刑场上把他救下来。你把一个死刑犯调到云南来，为什么？知不知道他什么罪名？杀害帝国军人。杀了多少人？哼，像这种无能的人，杀一两个人就算奇迹。103个。103个帝国军人被他杀死。将近2个小队的步兵战士死在他手里，无能。立花大尉，你看走眼了，他才是真正的恶魔。你到底能不能听懂我在说什么？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？干什么？你不是想知道这箱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吗？我打开给你看。你是中国人？不要有危险举动。103人，他怎么做到的？现在你才是特高科云南的指挥官，这种事儿你自己查呗。哼，他的讯息都是绝密，我根本查不到。当然了，因为他过于危险嘛。没打开看过。我们不会轻易翻看别人的东西，除非你是敌人。这是什么？笔记。笔记？这不是中文，也不是日文。这上面是什么文字？谁的笔记？这些东西只有我能看懂。我的笔记。你到底是谁？刚才你想知道这箱子里面是什么，我让你看到了，现在该你回答我了。这里是哪里？你害怕了？跟我出来。来，这就是我们的山寨。傣族？没错。你呢？我叫黑田纯。日本人？是的。听口音真不像。英语、葡萄牙语、法语，我都能做到没有口音。既然都是日本人，他们为什么把你关到箱子里呢？我杀了一些日本军人。一些是多少？我也记不清了。你是反战的日本人？还有一个呢？什么？还有一个箱子呢？在哪儿？就这一个箱子，没有其他的。不，还有一个。现在我接过指挥棒了。不，你还是协助我。那先说说有什么收获。昨天在晚间等待黑田纯，他始终没有出现。不过在半夜的时候，我抓到两个俘虏，有一个还是我曾经抓过。在哪儿呢？哎呀，我说你别着急，这地方我来过，这应该每个房间里面都有个密道，我给你找找啊。
你先起来一下，你先起来一下。对不起，那个地道不在这个房间里。哎，是你啊，洪少春。丛林里救过我的命，真是有缘呢。那你把我放了吧，就当报恩了。我的玉像在你那里。没有啊。我是暂时帮你保管，王猴子。那我还得好好谢谢你。说说看，这位新朋友是谁呀？洪先生，你帮他回答吧。我不认识他，我不知道。你最好知道。嗯，看到我身后的立花大卫了吗？啊，他脾气不好，发现你说谎，他会拿鞭子抽你，拿烙铁烙你，再急了会把你手指甲一片一片。他是剧组特派员。这么大的惊喜啊，说详细点。这是，啊，这哪儿啊？赵猛的车，停这儿呢，荒野以外的。车上怎么没人啊？不对呀，按道理来说，这个时间段，车不该停到这儿来。我下去看看。哎，等等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注意安全。哎，长官，怎么停车了？说了，咱们的货要紧啊，他们停他们的，咱们赶路要紧啊。你凑什么热闹？我保护长官啊。等等，我也去。你们守着车啊。是是。然后我们去客栈的路上，就被这位先生给抓了。我就知道这些。立花大卫，你抓了条大鱼。他们跟黑田纯有关系吗？应该没有关系。这两个人替我关好，我有大用。哎哎，我没有用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暂时没有办法招呼你了，我得去见一个重要人物。啊，回头再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你们这哎。这回完蛋了。你在日本人面前倒是很听话。这叫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你懂个屁呀你！这叫委曲求全。真叫懦夫。还豆腐呢，懦夫。你能不能不老学我呀？我没有啊。没有你。老爷，您找我。把话传下去，在整个云南找找，然后再去四川那边打听消息。
看看有没有谁家丢了孩子。啊，那孩子父母叫什么呀？不能说。不能说。不能说，那怎么找啊？想办法呀。哎，挖洞那几个弄得怎么样了？还是没进展。还没进展。好，去吧。好。谢谢你啊，老麦。赵芒，是你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也是刚路过，就下来看看。这些都是南阳来的。都是。这怎么了？病了？疟疾。疟疾？我刚得过，已经恢复了。这么多人得疟疾啊！是啊，疟疾不太可能。疟疾不是传染病，不可能这么多人一起得。嗯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这些人都是前些天在这宿营休息，结果一夜之间全部病发。一夜之间，不可能。那就更没有道理了。这疟疾从来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集体爆发。是啊，那还等什么呀？赶快运回云南啊！没用啊。怎么没用？吃药啊。治疟疾用的是国外进口的金鸡纳霜。嗯，这药早就断货了，宛丁、昆明都没有。得了疟疾，只能靠他们自己看了。没药？怎么会呢？日本人封锁，药紧缺。滇缅公路我们天天运货，怎么会断呢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我，哎，我说，咱们赶紧走吧，这也太可怕了，万一传染了怎么办？走。这女人我见过。刘烨，您跟踪我呀？这女人谁啊？啊，我媳妇儿。也是南阳来的啊？对。这不是你老婆吗？她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不是说她在晚丁吗？怎么回事啊？拐角那地方有个卖柠檬水的，一人一杯啊。得令。哎，老马，回头让我爸妈把钱还给你啊。
车没到晚丁。你怎么知道？如果来了，会留下记号。看来在滇缅公路出事了。那怎么办？从晚丁出发，向缅甸方向一路插过去。这么巧？什么情况？现在分两路行动，我去找黑天纯，你帮我抓住这孩子。这孩子谁呀？方天海的儿子。方天海救过我的命，他对帝国是忠诚的。可他是中国人，有这孩子在手，你可以多张底牌吗？我是不会跟你分开的，我们一起去滇缅公路。你们两个抓那个孩子，不要伤到他。是是。走吧。你就撒丫子往家跑，听见没有？知道吗？我猜的没错，你们跟人有私情啊？被我抓住了吧？趁我不在跟人私奔是吧？说怎么办？私情？能怪我们吗？这能怪我们吗？你一天到晚的往外跑，有顾过家里吗？今天撞见了，赶紧把话说清楚。你私奔什么情况？我还不是为了养活你们。刘烨，你说是不是？冷静点，想开点啊，有话好好说。每家都有点事儿，你也不容易啊。真不容易啊。
骑着自行车就敢往缅甸跑，你们不知道这一路日本人多吗？啊，被打死了怎么办？他担心你。我哪有，明明是你逃婚。我逃婚我一个人逃呗，你不担心他你跟过来干嘛呀？我没有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们俩怎么照顾病人呢？啊，天寒，昨天那两个姑娘夜里遇到这些病人就一直在照顾他们，人不错。这些人怎么会一起发病呢？最好别说话，这很重要。哎，兄弟，听我说，你看这个，啊，这是从哪儿来的？有人经过宿营地，是他们的东西。什么人？是医生，政府派来的。他们自己说的。啊，还给我们看了身份证明。是医生啊，还真是医生啊。然后呢？那个医生说正好碰见了，说是有个什么抗病的血清可以替我们打。你们就同意了？他们说回头都要打的，以后还要付钱。哎，你听我说，那些人里面是什么人带头？有一个看上去文文静静的。哎，接着说，然后呢？哎呦，他不能再说话了，就这一句。然后呢？你们什么时候一起发病的？就是第二天早上。哎，病得很重。没有紧急纳霜，他们只能靠自己扛。药这么困难，非常紧缺。英国人在缅甸搞了个物资中转站，我现在过去
争取找到金鸡大双。好，我留下来照顾你，尽快。嗯，好。罗马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样了？老妈，你怎么样？老妈，老妈，要不要去叫人？哎，回来！不能去，谁都不能相信。那怎么办呀？把我扶进来。醒醒啊，老马！老马，你不能死！老马，你快醒醒！老马，你不能死！老马，老马，老马，你不能死！你醒醒，老马！这条路可经常出事儿啊！按这个车辙来看，应该是昨天摔下去的。下面下去看看那儿呢。走走。好好开车，要看下车你们随便看。谁看他了？车又歪了。哎哥，你说那个他们一块儿得疟疾，是因为注射了血清？有可能。你觉得是日本人干的？应该是。如果是的话，可就麻烦了。什么意思？疟疾发病没有那么快，不可能前一天晚上感染，第二天就发病。可事实是这样啊。哎，对不起。没事。我觉得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。你要走？你从哪儿把我弄来的？麻烦你把我再弄回去。为什么？我说过了，还有一只箱子，一定要找到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
和各国回来，一批批的扑在这条路上，为了给前线送物资，死了这么多人，你知道吗？他拿帝国军人做实验。什么？那些士兵呢？都死了。医院说有个受了枪伤的傣族人听到了日本特务的对话，好像是和佐藤有关。